觉得这几天的疲劳都消除了，早上刚好只有我们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听说公主们今天都有快速的解决对手，看来我还得向你们好好学习才行呢。啊，对了，贞子公主，我们明天的对手都是对话狂一族哎，但我完全不知道对话狂一族是什么样的种族啊。所以，如果明天我们俩谁先跟他们对到，比赛完后就赶紧交换情报好不好？贞子公主，你有听到吗？哦吼，哎呦，我亲爱的公主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是不是想跟小蛋哥一起泡温泉啊？哎呀呀，小公主的心思可真容易读懂的。嘿嘿，放心吧，我可爱的小公主。长大后，如果你们真的交往，甚至结婚住在一起的话，每天要一起泡多久都不是问题哦。泡到皮肤皱掉，也没有人会管你哦。小公主，你高兴过头了，都表现在脸上了。总之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蛋哥的话，不如就努力拿到第一名，然后把冠军手镯送他当定情物吧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毕竟真是一族基本上百毒不侵，好像也不太需要手环。然后啊，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，这样就能卖掉那些股票，然后环游世界，搞不好还能找到巫女之类的，治好我这个被诅咒的残废。没事，我们继续泡澡吧，明天加油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南汤这边。好舒服啊，想不到他马氏族也有这么棒的温泉。小心哦，小白蛋，不要舒服到睡着哦。看这个温泉怎么没有那种硫磺的味道啊？硫磺是什么啊？我们他马氏族的温泉只有高温净水的才有增值哦，泡完后身体保证滑溜又干净哦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崔恩，你们的名字是？啊，叫我蛋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我弟小白蛋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长大后身体才会慢慢往下来看到前面，所以现在这个姿势会看起来有点看不起来的感觉。没关系，我知道，老师也告诉我们，看来他即将进入叛逆期的阶段了。感谢体谅，你们也是这次武斗大会的参赛者吗？不是哦，我和小白蛋只是来看朋友比赛的，并没有参加哦。原来如此，那你的朋友们有通过第一场比赛吗？嗯，有，大家都通过了，超厉害。哦，那可不好，我之后会留下来的朋友呢。你也晋级了吗？好厉害啊！嘿嘿，太好了，运气好运了。冷静，被空气污染了。哦，蛋哥，交到朋友了。叔叔你好。哦，我的，那是我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都当是叔叔的恋人。真的，我现在才看到。我只能说，我老爸的跟叔叔的比起来，根本就是小虾米对上巨无霸龙虾。我去！哈哈哈。不会用担心，你们长大后也会一样的。真的吗？我长大后你能跟叔叔一样拥有最大的胸肌吗？原来你是在说胸肌啊。对啊，难道你不是吗？我也是在说胸肌啊。对了，叔叔，他叫崔恩，你有参加这次的比赛哦。你好，崔恩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你们就慢慢聊吧，我休息一下，太久没分身那么久，有点累。好，那我们等等聊天，小声一点。说到分身，我记得前几天在巷子里看到有一个人用了分身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哦，你还记得那个人的脸长什么样子吗？抱歉，我没有看到他的脸哎，因为他当时穿着斗篷，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。是吗？没关系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先不想这个了，好好泡澡吧。嗯，叔叔你也好好休息，不要多想。好的，崔恩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明天比赛要加油哦。嗯，你们也是，明天见。所有人都回到房间后，为了补充精神迎战明天的比赛，大家就早早的躺上床准备睡觉了。明天加油了，贞子，晚安，祝你好梦。第一天就这样精彩的过去了，成人组剩余人数80人，儿童组剩余人数76人，敬请期待接下来的战斗咯。